生肖属猴、属鸡、属狗，最近这段时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跟想法呢？会不会成功呢？我们就有这个黑桃的锥，就知道你画画、雕刻、美术、艺术、登山、游泳，其实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你的休闲，而且在当中会增加更多的智慧，更有大的成功的机会。